啊，昨天啊是大风哦，非常厉害啊。我们是爬山的时候，我和建军两个人。今天呢，上山人就多多了啊。咱们在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平常是爬的这个地方，军事管制区门口呢，现在目前有三个四有七个加我八个人啊。八达金刚是游民游行，都是水、哎。这位大哥是哪里的？来自哪里？来自北京的。来自北京。哎、这位大哥来自哪里？石家庄。石家庄啊，这位大哥来自哪里？大姐。无锡。来自无锡。这位河北。河北什么地方？衡水。这位大哥呢？德州的。德州的长爬山啊。这位大姐来自哪里？东营的。东营的。这位大哥，你来说吧。啊，你知道我的。我就问你啊，你得亲自说。北京啊，这位大哥呢，其实我认识，他是咱们银泰小区的，银泰花园小区的。我到老先生家采访过，老先生是个音乐教师。哎，这个上次咱去年不是在，应该前年还是去年，在那个银泰举办了一个这个叫文艺晚会，您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，是吧？您和那薇薇老师俩人，搞得很好，那次晚会很成功。会唱歌，不搞乐器搞得好，唱歌也会吧？唱歌唱不好，唱不好。对，怎么？您是我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山上碰到你，你怎么是刚爬山吗？还是以前就爬呀？这次从北京回来也就不到十天哦，这是第四次爬山啊，第四次爬山啊、哦。爬山有什么体会啊？爬山的体会当然很多了啊啊！我的第一点，我就觉得。你每天呀、平平淡淡的在平地方活着不行啊、你适当的你去较较劲跟自己啊、是吧，你来锻炼锻炼啊、而你会感觉到呢，你别要着急啊、你要着急就会伤到你，是吧，你就缓慢的往上走啊、慢慢的给自己这个攒这个劲儿往上走啊、那么这样呢时间长了啊、能体会到了最起码啊近的一天很好啊、活得非常舒坦啊、舒服、时间长了啊，基本上过去有些什么病啊，像慢性病，就显露不出来了，显示不出来了，显露不出来哦。所以关键在自己，关键在自己啊，关键在自己。说嘛，什么什么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必须得动啊。对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在于运动，是吧？对，就说这么两句。你啊，老哥，你是我的这个爬山的引路人啊！啊，我这懒得被窝里不起来，你光在被窝里把我喊起来。您这坚持多久了爬山？坚持了几个月了吧？几个月了是吧？啊，几个月了。您是来到银泰以后就是爬山吗？对，对，天天都爬。天天爬，天天爬，天天早上爬。这在你的感染下啊，在你的感召下，我爬了。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今天也都上来了啊。昨天因为天气特殊情况，小芳这是第几次上山啊？第五次了吧？第五次了已经啊、怎么样？这个爬山对你来说还行吧？还行。开始喘得厉害、现在越来越好了吧？哦，开始喘得厉害是吧、现在慢慢适应了。慢慢适应了。这位无锡美女，你是有什么感受啊？哎，我觉得一开始有点喘，好像这两天爬爬爬爬，好像没感觉了。没感觉了。一会儿就到这里。一会儿就到这了啊。对。咱们东营这位美女，你谈谈你爬山。一开始很累，后来越爬越轻松了就。越轻松了。对。打算以后坚持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没有底气啊。坚持。要坚持，要坚持啊。坚持。刚才我们从山下往上走啊，整个数了数啊，今天是五十个人啊，昨天只有三个人，啊，因为昨天天气情况吧，大家现在开始啊往下山下走了。在这个山上这个地方休息了一会儿。现在又上了新的程序了，是吧？成了又到中心了，又到中心。袁大哥，你好，就你没讲啊？哎，你好。你对爬山有什么？哎呀，这个爬山挺好。我这最近这几次来，跟着大家一块儿啊，在大王的带领下，不能跟着我带领。确确实实感受到爬山的好处。这个一个是早上起来空气新鲜啊，完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完了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咱们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，吐故纳新，有氧运动，有氧运动非常好。
非常好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，啊、好，就要您这句话，达人我不采访了，昨天采访过达人了，为啥不采访我？为啥不采访你？你再讲讲。你是叫李大哥从被窝拽起来的人，啊、我不是，我是自觉来爬山的。你是自觉来爬山的？对啊。哦，看来你自觉性很强，你是从那个自发阶段在这叫什么玩意儿的？被动到主动的，升级了啊！哎，觉悟在提高。咱们看看这边啊，有些美女们在山上做操啊，山上做操，这是我第二次拍的他们啊，第一次上次他们在这帮跳舞，是不是这帮人？好像不是这伙人吧？上次跳舞是你们吗？不，我好05的今天没来是吧？上山了是吧？哦，今天人还挺多的。这边还有一个男士，呵呵，你好，老家哪里？你是？啊？你老家哪里的？广州的。你看，咱还有广州的，啊，这么大远老远的啊！对呀，广州的跑到咱们山东来，广东跑到山东。好好锻炼你们啊！好嘞，啊，把车都开上来了。这里呢稍微宽敞一些啊，车开过来可以调个头。